最近超火的仙人掌详细教程来了，一分钟教你学会它。首先呢，我们用260或者是360的球皮来给它打结，做我们的葡萄籽。这里呢要打两个结，让这个葡萄籽呢要稍微大一点。我们要做6个仙人掌片，每个里边大概要放10-15个葡萄籽。我们把一根660对折放进36寸的气球里边。我们先给圆球充气，然后给长条球充气，然后我们给长条球绑结。我们把葡萄籽调整到正面合适的位置，18寸里面放上葡萄籽之后，我们再放上360的长条。36寸的做3个，18寸的我们要做3个，大小不一的样子。我们按着仙人掌自然生长的形态，把6块连接在一起。连接呢，我们用到的是点胶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上2朵小白花。目测一下它有多高呢？评论区快来留言哟，答对的有奖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派对干货。